最深刻真实的
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无悔的付出是愿你心的满足，心的满足，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的是你谢谢敬拜团队，哈利路亚 ，Amen。让我们做一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施恩的宝座前，主，你的怜悯、你的慈爱够我们用。奉主耶稣的名，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不义，赦免我们的罪。主，你我们来亲近你，你必亲近我们。主，愿你的话语鼓励我们走正义的路。哈利路亚，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我祷告， Amen。 哈利路亚，一年过得真快，现在就是2024年从头开始了，旧的已经过去，我们再试一试新的一年，不要灰心，我们有指望，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是我们的指望， Amen。 圣灵引导我们走神要我们走的路。今天呢，有时候我想的很多东西，我看每个人都会想啦。如果一天你不想的时候呢，你怎么都不要做，最少一点东西你会想，想了你就要有一点计划啦，要不要改变啦，有的选择。今天你有很多选择，你和我有很多的选择，Amen。 感谢主，当我们出世呢，在这个世上呢，要点名呢，我们没有的选择，你要你自己要称呼你自己的名，没有的选择，是爸爸妈妈选给我们的。有时候你没有的选择，名已经定了，好像你的命定了，不能换了。可是呢，当那天你接受主呢，心思意念会改变， Amen。 以前的真是很多不好的不理想的事，现在呢，哇，很理想啊，因为有新的事神要在我们当中运行， Amen。 Amen。 我是本身是火校生，以前呢当我毕业呢我自己要学习英文，我就放弃华语当你没有讲华语你的选择就是要走这条路，就是学英文了。我听到一个见证，不是见证真的是了，爸爸妈妈已经信了主，可是呢他们的孩子们呢有三四个这个家中里面呢，爸爸妈妈，爸爸是在福建聚会，妈妈也是跟着一起了。
可是爸爸妈妈叫他们孩子们、啊哎、先以前呢整十年、啊、十年以前我们教会还没有华语聚会，那个时候呢爸爸妈妈那个一对夫妇就叫他们的孩子来了去英文堂啦，学习学习英文一点啦，不要不要，我是华教华校出来的，我要学华语，不能跟别的语言掺在一起，我很不舒服。你有这样感觉吗？你听一种华语，听华语罢了，别的不要听了，有吗？现在啊，你有很多选择，你知道吗？可是呢，当你的心开的时候呢，打展开你的心的时候呢，愿神指引你。Amen。不管你是听华语啦、福建啦、广东话啦，继续的愿神的话语来感动你的心。Amen。那对夫妇呢，叫鼓励他的孩子们去教会，他们说不去。过了几个月，几个月过了整年，过了三年，他们不要去教会。他们的选择信了主，因为我去教会，因为爸爸妈妈带我去啊，我信啊，就给他们面子。他们每天说：“哎，去了，来，我驾车，你们跟我去。”好了，给你一个时间呐、啊，两个时间哦，两个小时的时间。可是呢，自己没有经历到神，当你呢踏进那个要去踏进河啦、世界啦。你自己要经历，本身一定要自己经历。好像我们孩子们要长大，他们要去读大学，我们不能跟他们去，他们要自己独立了。我们不能，我们有时很多挂历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自己洗衣服啊、烫衣服啊，这些他们已经长大，他们自己会顾自己、照顾自己。可是你在家待在家，很多的很多担心，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呢，哇，那个这个故事还没有讲完，这对夫妇呢，他们就放弃了。哎呀，你们不要去教会，哎呀，不用紧了，拔了，你自己选择了。过了三年没有去教会，过了五年没有去教会，变成怎么？当朋友家人，哎，你不是信了耶稣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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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有信耶稣，我还没有洗礼啊！有些人呢，你还没有洗礼呢，还有机会啊，又回去拜拜咯啊！所以以前拜拜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拜拜过吗？有吗？啊！今天呢，你信了耶稣啊，你不要跟自己说啊，不要安慰自己说，我多了一个耶稣，是耶稣公啊！拜拜可以回去拜耶稣 ，no， 自己会经历到神。与你同在，所以你和我已经经历过拜过这么多偶像，他们有一天跟你讲过吗？有没有一次跟你说我爱你？有吗？有吗？没有啊！大伯公有跟你说吗？你拜拜他的时候，我爱你 ，Auntie Tracy， 我爱你。他的胡须这么长，有吗？没有。可是当你来到祷告的时候，你会经历到神的爱，因为耶稣用他的话语跟你讲话，跟我讲话，他是真又活又灵的神。今天呢，我讲了这么多故事，我还没有讲完这个夫妇的，这对夫妇，他们孩子三四个没有去教会，因为他们不要学活英文，因为他们是华校生。现在呢，两个人很重要，对不对？英文也重要，华语也重要。当我们读信息啊，听信息的时候，神的话语啊，就又灵又活啊，它是 Rhema 要医治我们啊，知道吗？今天我所要分享的是让神做他要做的事。你有想要做什么事吗？这个新年来啊。开大门啊，财神到，没有啊，不能财神到了，耶稣来，耶稣的平安安慰我。你看啊，神让神
做他要做的事。OK， 我们很多次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你听我说，我说你要听，全部都是我们所应许的，所要看到的，不是神所应许的。OK， 看，那我们看看，让神做他要做的事。你想想看，他要做什么事在你的生命？我们明白，有一位蛮有慈爱的神掌管一切。神是全能的，神拥有至高主权，他掌管一切。 Amen Amen， 你一定要有跟神交通，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做礼拜不了。哇，一天一个礼拜你来一次，你只是听信息没有做什么，星期一到星期六自己做自己要做的东西，可是没有跟神交通，神的话语怎样会是进入你的心感动你呢？今天让神做他要做的事。诗篇第九章，为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派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你看神的话语啊，一节一节的跟我们讲话。你有被审判过吗？你有被欺压过吗？虐待过吗？神要啊，他说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Okay， 耶和华呀，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为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就是说你和我一定要依靠，除了神之外，除了耶稣之外，没有别的神。不要看算命师的，如果他们算命师啊会发达啊，会带来很多发达啊，他自己为什么不发达？我去那个达强补这么多年了，有一个老太婆坐下 那个地上跟人家算命，分那个牌算命，为什么几十年她继续的坐在那边，没有一天啊能够享受富足啊富足？这个是什么？是真的还是假的？信了耶稣，除了神之外没有别的神。因为当我们啊成功了，我们就有很多金银珠宝，有时候呢不知道要怎样去花去消遣这些金银珠宝。弟兄姐妹，今天你有很多金银珠宝吗？不用举手。有时候我们被金银珠宝被压倒了啊。耶和华第十节，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你和我一定要认识他的名。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与我同在，在我患难中的时候他是我随时的帮助。这是通过祷告，祷告是你有一定要经历过神，在你患难中的时候，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啊，什么都不要做啊，一堂大病。福建聚会有一个安迪，我看了这个几整个月了，他还没有来 Hawkins Service 福建聚会。一个月前，他的孙说，他的男孙说，他生了病，一个月了还没有来。可是我用 WhatsApp 为他祷告，我们有 WhatsApp 可以祷告。啊，虽然他在躺在床上不舒服，
可是他听到你的愉悦，你的祷告，带来一个鼓励，带来一个方向，指引他走神的道路。真是神的名，神要我们要依靠神，因为你没因你没有离去寻求人。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一场大病疾病啊，做了这么久化疗，身体很衰弱，旁边所爱的人照顾了这么久，有时候你和我会觉得神已经离去了你，你有没有觉得这样的时刻呢？在神的话语，神跟我说，因你没有离去寻求你的人，就是说我们要继续的寻求神，不要寻求偶像啦。啊，这个星期是25号，虽然是公共假期，是什么假期呢？大宝圣节。哇，这么多偶像，成千上万的偶像，可是我们的耶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利路亚，他是全能的主，他是我们灵魂的救主。这些偶像啊，他们有是不是你和我的灵魂的救主？不是，只是主耶稣，单单唯一的主。不要再做错的选择了。你看这几节圣经里面已经跟我们讲，我们一定要认识神，认识神一定要有时间来亲近神，不要每天都忙碌。我跟你讲哦，你去办公室做工啊，那些工啊做不完的，你有可能做3个月的东西还没有做完，慢慢做，不要拼命，哇，一定要做完，还有24小时，时间要到了，没有吃，没有喝，没有睡，谁会帮助你呢？当你倒床的时候，谁会帮助你呢？那些公司没有说，哎呦，很可怜哦，你已经生病了，很可怜了，你要拿 MC 拿到多久？你觉得心痛啊，哎呦，为什么没有人爱我？我们的信念耶稣呢，有3样 特点要注意，就是神的爱。如果你没有，你和我没有神的爱呢，我们怎样去爱别人？神的爱来到我们生命呢当中呢是无限的，我们所付出的爱呢是有限的啊。我看到你今天的面，你的面色，今天你的脸很丑，我不爱你咯。人是这样的，你今天没有煮炒饭给我吃，我不爱你了。你今天你没有买点心给我吃，就是说夫妻呢结婚了这么久呢，有时候呢会忘记，丈夫会忘记太太的名字哦。为什么呢？哎，结婚了几十年的变成 A 哦。以前呢，哇，当太阳、月亮，我太阳不能拿了，月亮啊，代表我的心，我一定拿，会拿月亮下来。哦，尊下，爱你，我很爱你，我爱你1000杯，没有，你爱我1000杯，我爱你10000杯，有吗？还有吗？没有了，现在1杯都没有。家里有3间房，1间是大房，第2间是二房。第3间是厨房，现在两公婆，一个是大房，一个二房，谁要住厨房？我觉得神的爱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你要侍奉神，一定要有爱。安迪天师，今天我帮你，你不能站这么久，我帮你。下个礼拜也是这样啊 ？OK。第二是什么？与神有平安，平安。如果你每天跟神争吵，神是你的避难所，神是你的供应者，你跟他每天争吵，你没有答应我的祷告，
你真是没有眼睛看啊，神啊，哇，每天跟他吵架，你真是啊，哎呦，你做我厨艺，我做你厨师傅啊，会不会？不能啊，我们要亲近神，主啊，你饶恕我，原谅我，我是要用以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要让你做你要做的事，我不要插手，主啊，你帮我嘛。哇，神的话语真会多么多么感动啊。第十一节啊，应当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哇，你有被人，你有被狗追过吗？你有被鬼追过吗？你有狗追你的时候呢？你没有力的时候，你跟他说：“哎，等一下，他的狗会等吗？”他的狗好像敌人这样消灭。The devil come to steal, kill and destroy。他要毁灭你的感情。他你看了看了，这对夫妇感情这么好，不住的祷告，哇！万事都效力爱神，哇，侍奉神，就偷偷摸摸的，哎，跟好像亚当跟夏娃这样，哎，夏娃，神有跟你讲吗？不能吃吗？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试探，只有夫妇一起祷告，有很大的影响力，知道吗？很大的影响力，我们要歌颂，我们要欢呼居锡安的耶和华，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利路亚，创造宇宙的真主，哈利路亚，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因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取的人，不忘记困苦的人哀求。你有没有困苦过？你有没有哀求过？弟兄姐妹，让我们以信心满满依靠至高的神，宇宙的主权在神手中，他掌管着一切，在第七节，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你看，我们有责任心，我们所要做的，我们所应该做的就去做，不应该做的就不做。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这真理呢，可以给人巨大的安慰。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神呢他会这样做，我们很可怕事情会发生，但要信靠耶和华，信靠神，相信神的至高主权，相信他永远不会放弃你。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遗产所留下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很大的影响力，让我们下一代的跟从耶稣？我们的影响力应该要带他们进入神的至圣所，神的恩典道路。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机会呢，我们不会再回来了啊！我们不会再回来了。记得分别为圣，就得胜有余了。今天你爱神，你爱人，你爱生命，神的爱与你同在，与我同在，无限的爱充满我们的生命。第二点就是与神有平安。
你要安息吗？你要 得到安慰吗？要与神同行，就得到他的平安。第三就是 unity， 我们要重新合力建造这个天国。这个天国呢，就是神的天国，不是人的天国，啊，不是属于这聚会的天国，是神耶稣的天国。我啊，那对夫妇，我希望他的孩子们呢，啊，已经回来教会，跟随耶稣，继续，哈利路亚，领受这个遗产。我们要依靠神，你没有的选择了，你没有的选择了，我们只要依靠神，因为他不会离弃我们。刚才我讲到三点，你要坚持做三件事：赞美，啊，第十一节，应当歌颂居西安的耶和华，我们要赞美；第二是传扬，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十一节，第三点呢，就是祷告。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他不忘记困苦的人哀求。你有哀求过吗？当我的孩子他们小的时候，他们生病的时候啊，我很担心的，啊，因为我们想到别人啊发高烧啊，太四十度了啊，很怕，啊，知道吗？啊，去到医院啊，啊，没有医生了，怎么办呢？在车上做什么？哎呦，糟糕了，怎样啊？发烧越来越高，怎样？只是靠祷告了，凭信心的祷告，我们就得安慰平安，安慰平安，安慰平安，安慰平安。 Amen Amen， 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让我们给神一个掌声好不好。我再多说一次，第十二节是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他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你不会忽视我们的哀求，我们可以以信心满满的依靠你。感谢主，我们可以完全的放松，让你做你要做的事。奉主耶稣的名我祷告， Amen。 机会还没有好，还没完哦，慢慢来。耶稣对你说，你累吗？疲累不神，对宗教感到精疲力竭的，你觉得很累吗？你觉得累吗？如果是这样呢，耶稣说到我这里来，跟我走，我将恢复你的生活，告诉你怎样得到真正的安息，与我同行，与我同工，观察我怎样做的，学会在恩典中迈出优雅的步伐。我不会给你加，啊，我不会给你强加任何过重或不适合你的单子。与我交往，你将会自由在的这个地上，在这个世界活下去。你只需要靠我，依靠我，让我做我要做的事。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8节到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就必得享安息。你看，只是很容易吧？我们只是来到耶稣面前，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到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安息了。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侍奉主呢，是很容易罢了，是人自己造出麻烦。我侍奉了主这么多年，2002到现在是2024年了。有一天我去参加一个祷告 Zoom 祷告，那些别间教会一个领袖问我，Jeremiah 牧师，哇，你在第一神教会多久了？从头到现在我已经侍奉了20年了，那个时候2年前了。哇，他说，哇，这么久你没有想要离开这个教会去别的教会哎呦，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有啊，有人会问你这样的。如果你人问你了，你在这个家里了你爸爸妈妈养你了30年了，哎呦，为什么你待在这个家这么久，不要换别个家庭我们要忠心的侍奉神。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松轻神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信耶稣是很容易罢了，你动你的鼻子是不是 很方便很容易罢了吗？耶稣没有说你要信我一定要拿你的手去动你的鼻子，做不到的，不是你肥还是瘦你能吗？拿你的手放在后面去摸你的鼻子不要等下腰不会痛找医生。耶稣的是让我们所做的是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 Live by faith, not by sight. Hallelujah, 感谢主，你承诺让我们的灵得安息。你要得安息吗？耶稣没有跟你说你要买烧鸡烧肉烧鸭要有时候要咸的要公的还是吃的，没有，不必，就是很简单的来到我面前，施恩的宝座前，你来到我的施恩的宝座前，你就得到我的怜悯。 你和我应该死的不应该得到的了，可是他赐给我们安慰平安恩典。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不住的祷告，将一切重担交在他的手上。哇，新年到了今天神和你和我有约。接下来我要讲这个故事，关于约拿。小心一点，约拿 Jonah， 约拿很容易的，很容易明白，神与你有约，你就拿咯。可是他偏偏不要拿。OK， 你看他这个故事。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为什么要呼喊？不是小小声时间到了快点离开，不是，时间到了快点离开，呼喊，
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了。你知道吗？我们所做的一切，神看透了。第三，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神叫他去尼尼微，他去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耶巴，一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哇，你看机会来了，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以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你和我有没有躲避神过？好，我们问这个问题，你和我有没有逃避神的呼召过？第四节，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荒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呢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这个船上呢，很多人拜拜，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靠他们的神，他们呢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一下到低舱啊，躺卧沉睡。你看哦，约拿跟耶稣有没有相似呢？耶稣也是在船上睡过哦。你看约拿在船上睡，上面呢，人家大叫大喊啊，很着急的，很在紧急的时刻，他在那边睡觉。有时候呢，我们遇到很多麻烦的问题呢，我们去睡觉。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试过这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吗？再一次不用举手。我们有遇到麻烦的时候呢，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找东西来做。一点消遣啊，相信啊，这个事会渐渐的消失去。可是呢，这些问题呢，继续的在我们的面前，在我们脑中逗留过，逗留就我们觉得很多压力啊，我们很害怕，不知道要怎样过。可是呢，很多时候呢，人家呢就是睡觉，很多人呢有问题呢，他们就去睡觉啊。约拿也是一个其中一个。船主呢到他那里呢，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呢，这么多人呢在船上啊，只有他一个人呢，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船上的人呢彼此说，来吧。你看人呢，当走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呢，他们觉得他们没有问题，他们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当压力来到他们的生命中呢，他们会寻求真神。虽然拜了这么多偶像，他们需要一个救主。接下来我们看好好跟随神。约拿书的背景呢，是在耶罗波安二世时呢，北国即将亚述灭亡，亚述敌国呢非常凶暴，攻取一个城市呢，如果对方呢没有投降，立刻投降呢，是接下来他们会攻城后把百姓全部消灭，并且呢把他们的人头呢砍下来堆在城门口。在这个状况之下呢，神兴起北国的先知约拿。第一点，我们要
安慰，我们要鼓励，我们要兴起，我们要起来，要跟随神，不要背逆神，躲避神。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耶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他面前。以色列呢，是神所拣选的国家啊，以神为中心，以神的子民为傲，他们呢有一个民族的优越感，每个人呢都觉得呢，如果可以服侍神呢就好了。这里呢，我们看到呢特别的情景呢，就是神居然跟耶拿讲话，有一个任务呢要他去做，神被神用的时候呢的时刻来到他的生命，神呢召他去尼尼微啊，去东边，可是呢他偏偏走去西边。耶拿起来逃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遇见一只船啊，要往他是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以船上的人同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神呢要耶拿往东去尼尼微，路程大概是1100公里，可是呢他就反方向往啊，向往西，往他失去，大概呢以色列的东边呢3200公里左右，这就是现在的西班牙了啊，也是当时所认为最远的地方。神说，尼尼微的恶来到我面前，你去哪里宣告审判，叫他们悔改。耶拿呢就想呢，神要救尼尼微，他们可能会悔改，也可能不悔改，万一他们悔改呢，这个千万不行啊，因为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耶拿不要去尼尼微，一个原因是因为尼尼微这个国家是非常残暴的国家，他不要给他们得到赦免怜悯啊恩典，我们不要给他们悔改的机会，最好的方法就是叫神哈利路亚啊，就是他准备要离开神，远远的离去，因为他啊，充满了埋怨、抱怨，啊，苦读，因为尼尼微这个国家带来的很大很大的影响在他的生命中，他伤害他们的百姓，就是好像当今的超过了100天，啊，现今所发生在以色列国。这事情呢一模一样，曾经啊经历以色列国尼尼微，他们伤害他们的百姓，不是只是他们侵略他们的，他们杀了许多人，觉得他不能接受，他需要他们被审判。神是有怜悯的神，如果人悔改祈求呼喊恳求神呢，神一定会赦免怜悯他们的生命。他你看他自己自义了啊，自己开始做审判官咯。有时候呢你想想这些人呢，某某人呢，不用给他们信主啦，给他们快快的下地狱啦啊，不用传福音给他们听啦，你们他们恨透他们了，看到他们的听到他们的名字啊，就是恨透他们了，
不能原谅，你觉得你变成一个审判官，就产生了自义，使自己做神。让神，如果我们有经验到不理想的事，已经过去的事，让我们将一切交在神的怜悯手上，愿神医治我们，释放我们。你看，有钱也使人容易背逆神，你和我有没有背逆神过吗？你看耶拿，他背逆神，他可以去到他西亚，是因为他有钱。你看我们有钱的时候呢，没有钱就不会想这么多咯。耶拿呢，就在民族主义的情怀下，质疑下，钱太多的情况下背逆神，没有好好跟随神。弟兄姐妹，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你和我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你和我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超你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今天你和我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一定要拿起我们的信心来不住的祷告。以前你有被虐待过吗？被伤害过吗？你忧伤的灵来到神的面前，你需要医治，需要医治，只有神能够医治，能够释放。我听到一个见证，我们人有很多梦想，我们想很多东西，想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有一个计划，有一个目标，想的太多，又梦到这个，梦到那个。你们有梦东西吗？你梦到东西吗？不好的东西，你觉得很害怕，不知道要怎样做，很惧怕。这些梦呢，带来什么？带来机会。你知道吗？我们有这么多压力在我们的灵魂体，是因为我们被忧伤过，被人伤过。当你都留在这个世界，出世在这个世界，这个罪已经压伤了我们了。伤心的人来到神的面前，神要医治，要释放。抽一点时间来亲近神，来敬拜神。这个姐妹呢，她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她想起很多伤心事。伤心事带来什么？很忧伤，不能站起来，不能祷告，被拦阻了，怎么要怎样过这个日子呢？我们靠祷告。如果我们没有亲近神来祷告，我们怎样能够经历到神呢？神的带来的突破、医治、释放呢？我们要来到这神的面前。这个姐妹抽半个小时敬拜神。当你有这个时间来敬拜神的时候，神的话语继续，哈利路亚。当你跟神交通的时候，勾留这个交通，他的话语继续的医治释放，医治释放。以前的你被
被伤的灵、啊、神继续的医治释放，医治释放你的脑、啊、脑怀里的事情，你被虐待的，你的灵很痛苦，醒不过来，站不起来，今天圣灵要兴起你的灵，你一定要站起来，要得到医治，得到释放。弟兄姐妹，你有被虐待过吗？控告者控告你吗？说你一点都不好，你不被祷告，神不会垂听你的祷告，你因为你配不上神。可是你来到神的面前，他的宝血已经洗净，已经赦免你和我的罪，你具有凭这个权利来祷告。祷告你一定要得胜，你一定要通过祷告经历过人生的道路。人生的道路就是生老病死，可是神要带领我们进入他恩典的道路，就是丰盛的生命的道路。 Amen。 我们要兴起祷告，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如果你没有祷告，效果是什么？如果我们有没有被圣灵来引导，没有被圣灵哈利路亚的影响力在我们身上，我们每天都在苦恼苦难中担这个重担、啊、不能饶恕了，这个事已经30年了，不能饶恕，不能放弃，我不要，我甘愿不要得到医治，我不要，我承认我不要。今天、啊、神的灵在跟我们动工，要释放我们。哈利路亚，当你得到，你能够得到，你能够活在环境的上面，为什么你偏偏要选择在这些环境的底下呢？ If you can live above the circumstances, why you still want to keep on living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神要兴起你的灵，起来吧，祷告，得到医治，得到释放。哈利路亚，圣洁的国度，你有祷告，你必有能够、啊、领受到圣灵的恩膏，圣灵的释放，圣灵的哈利路亚恩典。你知道浪子回头吗？浪子回头，浪子回头金不换。 A prodigal who returned is more precious than gold。 你知道吗？浪子回头，当我想到那个故事的时候，当爸爸在世还没有离世，这个不孝顺的儿子来到他爸爸面前，将你的遗产给我吧。两个兄弟，大儿子得到两份，幼儿得到一份，他偏偏要拿他那一份。他跟他爸爸说，给我，你已经分给我，你已经准备要给我的就给我。爸爸怎样就是爸爸，好，你哦，我就给你的一份。他拿了钱出外吃喝玩乐。当你有钱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来，好像蜜蜂这样，蜜糖来了，蜜蜂啊，很多花，蜜蜂就来了，很多人来了，因为免费的嘛，所以不要，哇，喝啊，哇。当他的钱花光的时候，以前他有钱他靠钱，现在他没有钱他靠自己，没有钱的靠谁呢？靠他的力量。
去养猪，你说弟兄姐妹，你们也养猪过吗？养猪不是很容易啊，猪不会听话的，你跟它吸引身体了啊，干净干净了啊，一下子它就回去那个泥土了啊。你给它多少的泡沫啊，跟它吸干净啊啊，那些肥皂啊啊，很贵的肥皂，跟它冲个凉啊，它等下一下子就是回去那个泥土。我们人呢，好像那个猪这样咯。罪的代价就是死亡。我们有时候要试试啊，哎，不用紧了，我们是在光明嘛，我们带光去黑暗咯，去黑暗试试看呐、啊。地方，那些地方不应该去的，不要去咯，不应该投入那些算命的、黑暗的、黑暗式的，我们不要再走入这些地方了。我们有神，我们是神的子民。现在你有权利，你有权柄，祷告，用耶稣的名，以耶稣的名来祷告。如果你离开耶稣一天，一天就好了，你不能祷告了，你靠谁啊？你靠自己，你靠世界，你靠人的1000万、100万，花光了，什么都没有。你靠什么？一天就够了，一天花光100万，哇！你说够力不够力？那天，啊，恶神来了，死亡的神来了，你的灵魂给他吃掉了，太迟了，一天就够了。当我们一天离开啊，耶稣啊，是很残忍的。我们是已经被那，我们被赦免了，现在我们好像要回去那个恶中啊，罪恶中，又再从头来过。我不要做这样的事哦，你弟兄姐妹。那些有去过医院动手术的、开刀的，上个礼拜 开了一个刀，你问他这个礼拜你还要回去叫他开刀过吗？再开出来没有东西还要开什么？就是这样的原因了。我们不要再，虽然是走投无路，可是神会开路，神会开一条又窄的路，不用紧，慢慢走。后面的路不好走啊，我不要走了，因为后面的路是第一的路，第一活的路。我现在走的是丰盛的道路。Amen。你想不？你有想到你的将来吗？啊，你的儿女啊，因为你有祷告，你有为家人祷告，你有在这个破口中祷告。你是祷告的勇士，你是在这个战场上祷告，哈利路亚！那些不义、那些黑暗，必定离开。Amen。还是你在有疑惑？没有。当你会祷告，你有祷告，你就不会让这些疑惑来靠近你。信心，这个就是信心了。醒来吧，弟兄姐妹，哈利路亚！浪子他悔改的时候，他起初是幼儿，有这个权柄作为儿子，可是他偏偏要选择作为一个奴隶。我们不要作为一个罪的奴隶，每天的当这个罪来过这个生活。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有慈爱的神，每一天都看着我们。几时我的儿子要回来啊？他几时要回来？钱都花光了，他现在吃的是猪所吃的东西啊，他几时要回来？儿子啊，快点回来，
我爱你，快点回来，我原谅你，虽然你已经拿了那份钱，没有关系，我爱你，回来吧，儿子啊，回来吧。你看看父爱啊，爸爸的爱，他远远看到他的儿子啊，不是他的儿子来啊，他自己冲出去啊，你看到吗？神的慈爱多大。当我们离开主的时候，主的心多痛啊，你知道吗？我的独生子被钉在十字架，是为你的罪，为你的疾病被钉在十字架，为什么你渐渐的冷淡？为什么你渐渐的离开？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几时要回来？当儿子清醒的时候，爸，我还有一个爸爸，爸爸一定爱我，爸爸一定拥抱我，爸爸一定接受我，虽然我是怎样的人，爸爸一定爱我。爸爸，哈利路亚，保留着恢复小儿子的地位，上好的袍子代表儿子的荣耀。当我们离开主，没有赦免了，黑暗已经掌权了，我们的灵魂体被魔鬼抢过去了，荣耀已经离开了。可是阿爸父神要恢复，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恢复我们的荣耀，代表儿子的荣耀，上好的袍子，戒指呢代表儿子的权柄。以前你自己离开，自愿离开，自己骄傲自夸，说自己靠自己，有钱就能用了，有钱就能度过。可是钱花光了，应该是成为一个有荣耀的儿子，变成一个奴隶。第三，他带上将那个鞋子给他的儿子，这双鞋子呢代表儿子的自由，因为当时呢只有奴隶才光脚走路，今天你和我不必光脚走路，我们带上救恩的鞋来传福音，我们有这双鞋，哈利路亚，能平平安安走在这恩典的道路。浪子因为罪离开了爸爸，这么多事发生在他的生命，可是爸爸永远永远也是爸爸。哈利路亚。当我们带着悔改的心回到神面前，也会像浪子一样立刻蒙神赦免，恢复神儿子的地位。让我们一起站起来好吗？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让他，哈利路亚，做他要做的事，让神做他要做的事，将一切交在他的施恩的宝座前，将在他的钉痕的手上。多玛那天已经，耶稣已经复活了，第一天他失去了这个机会，就是说他应该到的地方他不到，他应该见到复活的主，可是他失去这个机会。可是他在心里头有一些疑惑，
呀，你们说他已经复活了呀，如果我没有看到他钉痕的手，他被伤的这个部分呢，身体上，我不会相信的。可是耶稣又给他一个机会，第二个礼拜又来到一样的地方，那个地方是祷告的地方，充满敬拜赞美的地方，神与他们同在。他来到神的面前，耶稣走进，他们的门已经锁了，窗口也是锁的，没有人能够进来，如果没有开门。可是耶稣呢，是从那边不知道是什么门呢，还是墙壁呢，可是他走进，他已经复活，他跟多马说，你看你所要看的我给你看，就是代表我的爱，我是真实的，我是你的释放，我是你的医治，我是你的平安，我是你的安慰，我要带来。哈利路亚。一切来到你的生命中，你只是相信而已。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古拉玛沙那拉拉拉玛沙那，哦。Shikara, Shik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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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k
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很多压力在你的灵，因为从前以前你被虐待过，除了身体虐待，还是你的心思意念被虐待，是没有发生的，可是这些东西在你的脑海中每次都回来说，你是不义，你是一个不义的人，你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你是一个苦读的人。哈利路亚，你觉得你自己，你自己没有意识再活下去，这些是控告者所带来的忧伤。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什么需要被压伤忧伤的灵在你的生命中，你自己将30秒钟跟神，哈利路亚，将一切交于神，交在他的手上。哈利路亚，我数三声，30秒，1、2、3。Hallelujah,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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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Rabakaraba Shanda, Hallelujah, 将一手 Hallelujah, 将一手，就右手放在你的脑啊，放在你的脑中 Hallelujah, 有可能你有睡眠的问题，你不能睡，因为你很惧怕，很多担心的事，不知道怎样去解决，神要将一切，哈利路亚，交给他，他要给你一个突破，就是给你聪明智慧去解决这些问题。奉主耶稣的名，主你的宝血来赦免，主你的宝血来洗净一切不义在我们的身上。奉主耶稣的名，主你的宝血砍断一切不义。奉主耶稣的名，哈利路亚，我们拒绝这些东西。哈利路亚，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就得胜有余，哈利路亚！我们分别为圣，我们就得胜有余。今天我们来到你的当中，主啊，站在这个破窟中，这么多破窟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家中，主，今天我们开始要不住的祷告。主啊，你的影响力，你的恩膏，圣灵的充满，来到我们的身上，奉主耶稣的名。释放每一位弟兄姐妹，奉主耶稣的名，哈利路亚！释放，奉主耶稣的名，释放，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释放，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阿门。十字架，十字架，又是我的荣耀。今天为靠耶稣宝血，奉主耶稣的名，主祝福弟兄姐妹，哈利路亚，出入平安，祝你的恩典够他们用。众奉主耶稣的名我祷告，阿门。上帝祝福大家，阿门。